信息和那个对方是怎样的。你先说实话，好，再上去。别动作啥，我帮你画一画。开始，你先说话，听清楚，我自己呢。哎，我们这样子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个丙像松鼠，这个石油有四个记忆，能量记忆还是什么记忆？两分十，二十八。后头加上好，我四个记忆能量记忆，但是后头。背还是要平，看见没？背是平的吧？嗯。不用弯到很低，不用拉到这儿，你叫叔叔，然后呢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就行了。Y 字 W，Y W 的时候收缩背肌，背阔肌，知道在哪的吗？知道了，挺挺的。Y 是放松，实际上 Y 是放松。要注意，不要耸肩，肩膀要往后打开，所以说肩胛骨一定要收住。然后 Y 字的时候肩胛骨要收住，回来的时候背阔肌往里伸，背阔肌，腰疼要说啊，嗯，肚子出去就行了，肚子鼓了没有？肚子鼓了，嗯，不鼓也会痛。往后的时候是鼓的对吧？不，一直是鼓，你呼吸都要鼓，就腹式呼吸，对，肚子要鼓，不鼓腰就要痛啊。 Y W 做十个吧。Okay. 不是这个。脚筋。硬硬的，哎，肚子，所以身上比我们好多了。十二。十三。哎呀，我是洋娃娃。哎，今天我买的是贝贝南瓜，明天尝试一下看好不好吃。可以少做几个，但是重量不能减。十五了，来。